韦思琴，女，生于安徽芜湖，1995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书法专业，擅长书法、绘画、写作、方法。女，生在上海的外婆家，著名书法家，其父方少武是安徽著名书法家。韦思琴书法作品，韦思琴的书法、绘画、散文无一不精。韦思琴的才情如空谷幽兰般婉约馨香，是一道不可错过的风景。韦思琴的笔法精进，字法精简，章法严整，实守一种古典美人的端绘法则。他书法中的建筑美和布局美，让你有一种园林之感。方放出由唐街柳公权神赐君碑，颜真卿麻姑仙弹记入手，每一字都要求烂熟于心。文从沈梦了解，父亲每日都画圈检查，若不合格，无论多晚都要重新洗。邻居称他父亲的教育方式，一手举着棍子，一手举着巧克力。11岁时，方放的作品就被刊登在书法杂志上。12岁获得由中国书协举办的全国首届少年儿童大字比赛二等奖。网友评：思琴韵优，方放雅趣，墨书俊雅，各有千秋。